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看教会的宝贵第二部分。以弗所书第一章15至23节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祷告，内容好宝贵，包括真知道父、心眼照明、充满盼望和见到神的大能等等。而最后部分，保罗讲出主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和教会就是主的身体，这一切都表达出主好珍贵教会，好爱教会。今日他一定会带用我们在全地建造合他心意的教会。第一章我不看得少少，看到即系阿爸对我几咁厉害，叫做爱。所以保罗佢祷告啊，想弟兄姊妹真知道阿爸，因为阿爸真系太好、太荣耀，同佢都爱太厉害。所以第17节，佢话咩咧？佢为啲弟兄姊妹祈祷，即系想成开嘅眼睛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。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俾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如果人唔够真知道神咧，有时误会神噶。有时遇到难处话，会觉得神爱佢啦。嗱，呢就系误会啦，唔够真知道神系点。就18节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有心中的眼睛。我日都用我心睇嘢㗎，就睇到喺新約聖經嘅阿爸喺寶座上，我心眼睇到主喺父嘅右邊，就佢係最喜樂㗎，冇冇笑容更加燦爛。我睇見寶座有阿爸都係保持主同埋聖靈啊，我日都咁都睇，但我心中眼睛。就睇见阿爸嘅爱啊，台主对我爱。佢话使你们点啊？知道他恩召有何等展望。嗱，所以我哋真系好厉害，我哋盼望。一世上啲人越嚟越冇乜盼望，就生命低落。但我哋唔同，我哋有好夸张先讲到呢、這个何等嘅展望。同埋咧，他在圣灵中得嘅基业，嗱，我系神嘅产业嚟噶。有何等丰盛嘅荣耀？咁我哋系神嘅产业啦。咁但系呢啲咧系有几咁丰盛嘅荣耀，所以我能够成几咁荣耀啊！即系唔单荣耀，系丰盛嘅荣耀。19节，俾人知道他就系阿爸啦，向我这信的人，所显嘅能力系何等浩大，好厉害，会改变我好荣耀啊！喺今生同永恒，我见主面就醒过，我哋会变化啲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。有一日我都会经历呢样嘢，主就算死咗都会复活，同佢经历，主咗经历，啊，即系父都有向你显出个能力，使你复活。复活之后，你都系成个人，帮主荣耀灵嘅相似。嗱，如果你系唔经过死，主翻嚟接我哋今日，佢使身体变化，你经历上系好大，你使变化到咧，嗱，你呢个 raw material。你呢、這个咁嘅身体佢变化，你悲醒个悲贱身体改变形状，使你好似主荣耀形状相似。所以咧，主今日翻嚟咧，啲主我上去咧，唔系呢个身体上去啊，呢、這个身体唔够好，上去冇气头，即系大只死晒喺度，过唔多钱15亿我都好清楚。呢个系一个奥秘嚟，其他人唔知嘅以前，但系而家就圣灵启示咗出嚟。被主教接我，佢降落云里面接我嘅时候咧，我身体哇一下子即系眨眼咁，就成个身体啦，变翻主复活身体，各种有光添，同埋啦个荣耀身体，唔会再死，唔会扭坏嘅身体，系强壮嘅身体，系荣耀身体，好靓噶！啲节目开心啊，都系靓到唔使再用咩化妆品噶，弟兄都系个个都系靓过阿当添啊！同埋合话，成个身体好荣耀，而且就唔会再有病痛，不再有死亡，唔使等启示嗰度噶，
一接我哋嘅时候咧，已经系不再死亡、悲哀、哭号、疼号。我先尝咗一样先，唔会再有病痛，唔使再开健康肯小组啊。所以咧，好厉害，我都会经历噶呢啲。叫他在天上坐喺自己的右边，神一样使我升到天上啊！到云里面帮你相会啦，但系去到就系天上啦，就是、西律撒冷，就去到阿爸度正。我哋只眼都见到宝座上嘅阿爸，主佢陪我哋，可以漫游天际。喺呢次旅行就真系爽啊！主带我哋教会啦，经过所有星球，去到西律撒冷。我唔知道主有咩节目。主佢系做创意噶，喺云中又好都系好创意啦。我一次我搭飞机好欢坐窗口位啊，一见到好靓啊，就话见到啲云啊等等嘢。我真系一次次我想行出去啲云度嘅啫，啲云好似可以行到上去咁噶。咁呢啲系我嘅心愿啦。但系实今一定成就啊！一主翻嚟嗰日咧，我就真系喺个云里边帮佢相遇。接下来加传第四章好清楚，我就帮佢永远同在。我哋经历到阿爸必定向佢显出呢啲能力噶，地上嘅时候佢都显出其他能力啦，未到嘅时候嘅时候都，但系远超过一切执政嘅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事的、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也都超过了。啊，所以主已经系胜过晒所有嗰啲，所有佢掌权晒所有啲嘢，亦都冇嘢能阻碍佢复活升天，有一日都系。全个宇宙冇嘢可以胜过我哋，我一样系复活升天。如果死咗都会，如果我哋唔死就唔使复活啦，我哋就即刻变化升上去。二十二节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啊就主嘅脚下啦，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嗱，睇教会冇鬼嚟啊！神将万有点啊，伏喺主嘅脚下，神要使佢点啊？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嗱，今日咧，主为咗教会，佢最爱教会啦，佢系教会嚟掌管咗整个宇宙啊！而家。所以教会是真的不简单。主佢复活升天，神将天上地下所有权俾佢，但佢心中为佢最爱嘅，为教会佢要管住晒所有啲嘢。所以唔系话地上嗰啲掌权嘅话事，一定经过佢批准先得。佢最大嘅，而家佢掌权咧，而家特别为咗教会，佢完全嘅心意。所以我哋嗰时睇到好清楚，真系神控制得好劲，主已经预备紧，好犀利预备紧。头嗰几年咧，主嘅好厉害奇妙嘅大嘅手咧，唔单预备香港好多人嘅心。所以前面咧，我一齐要救好多人。嗱，我带嚟一个系救最多人嘅复兴，大家要充满想望同埋咧，你唔好净系羡慕我第一程嗰时，主系好荣耀嘅作工喺中间。就工友當時二十人到啦，兩年已經三百人嚟嘅。頭嗰啲工友啲都未讀過中學嘅，佢都去到世界見到啲生命教會，淨係去到每個州啊咁啊。我哋係會更厲害嘅，為要出去全世界。所以我哋先係喺香港快啲救人先，主恩典好大，帶領教會啦出嚟咗幽谷，主掌管曬所有嘢噶。除咗佢之外，边个人有预备香港人咁厉害一个心？而家咁广泛预备咗，而家咧好多人嘅心都有需要。呢个系为佢手嘅，就主佢都为将来去全世界全翻都预备咗啲道路啊。咁所以咧，佢手真系好劲，大使我哋喺全世界咧一齐完成，带动其他民族一齐完成嘅心愿。佢都用你噶。过我哋好年轻嘅弟兄姊妹，去到全球咁去建造个新教会啊，机会去到嘅地方都可以建造到。
几个礼拜去到一个城啦，就开始见到啲新旧嘅，度度都系啊，你系得噶，我怕你呢个心将来咧，香港快啲复兴先啦，快啲复兴，我一齐快啲去全世界啦，今日一齐快啲救多啲人，就爆复兴，尽量喺有咁多城市咁多城开始啲新旧嘅。佢好勁啊！佢為咗教會做萬有之手，管理曬所有國家，所有啲嘢，為咗佢生意完成啊！佢二十二之後真係太好貴喺度，又將萬有附喺他腳下，所以將來全個宇宙所有啲主都會管理曬。佢為教會做萬有之手，教係個身體嚟喎，個頭管理個身體喺過嚟喎。帮佢喺《约翰第十七章嗰度咧，主顶受嘅时候，我晚佢讲一句话，佢话父赐俾我荣耀，我赐俾佢哋呢个荣耀咧，父赐俾佢管住晒所有啲嘢，万有都服喺脚下，佢都会帮分享荣耀。所以有一日我都要帮佢承受万有，我帮佢掌管整个宇宙。咁神实想人做地球之王，咁实际系想做宇宙之王，因为我系个爱子嚟啊嘛。我真系王子嚟嘅，神嘅皇家做出嚟嘅嘛。神做人嘅时候已经系叫做地球之王啦，管理海里嘅鱼、天空嘅鸟、地上嗰啲野兽同埋昆虫嗰啲。但人犯咗罪咧，失咗啲权柄啊，所以啲蚁都作反，啲蚊要针你。以前服你啲蚊点会针你啊？阿当唔使惊话蚊针，哇落雨喎，好多植物喎，惊佢针啊！阿当都要查翻啲蚊蚊拍水啊，唔使啊！啲蚊咧，可能喺度唱阿歌啊，话咩咩咩咩咩，唔系针你噶，各种道都合作噶，都唔使话训练啊，帮佢搬嘢啊，乜都得，好玩啲动物。但人犯咗罪之后，佢管理唔到自己，自己听埋魔鬼话，所以佢都冇资格去管，失咗个权柄。但呢个本来神嘅心意嚟噶嘛，要管理上合地球。实神心意就管理整个佢都创造嘅所有整个宇宙，咁主成为人咧，帮我得翻晒呢一切，超过咗亚当你点想啫？所以唔单止管住落雨或者地球，主要呢个荣耀帮我分享嘅会。所以教宗会帮主一同做后嗣承受神嘅万有嘅，